我开始录了吗？我也开始录了。我们接个照相。这可以边录边照吗？你要接那个哪里？这里，这里吧。你手机很烫哎。你拿起来吧，可以帮我拿起来。那就收了。你要把这个黑色套子打开。嗯。然后。我们只要试试看，我灯会不会亮就好了嘛。我现在可以试了吗？等等。有。OK 哈，好，一二三。我没有熄。没有电。是没有接触好的。这个因为这是焊接的，没有接触好。不是焊接的，我是自己刚休息，发现这条。你刚把那个夹子扭了。因为这个很不，就是太滑了，没办法搬动它。嗯，先问你到底行，有没有通电？你现在在摄影？对啊，可以不用去摄影，但是哦，不要摄影。